大家好，我是小双，俺弟弟不是妈要定亲呐，家里边有喜事啊，然后有喜事了，就是男方跟女方的时候有一个规矩，都要互换包袱，包袱里边一切都是俺这一块的，好整这个茅台老厚点了，没法洗，用也不实际，所以现在都换上四件套了。外面说俺这个四件套非常好，店面要咱家四件套啊，想中这家的四件套，说这家说给外边猫腻一轮了，还不及这家这个了，面料也好，还柔软，都用得到时候，到店面说要俺家的四件套，因为我也当姐姐了。我一挑两套给俺弟弟送上，虽然说成为弟妹有点早吧，但是这也是俺未来的弟媳妇儿，叫我亲自去下手做一道。这都是工作活了，这是把这整个俺的布全部拆坏了以后，把床单弄出来，这两天做床单等不起了，叫我过去赶紧挑两款，见着怎么最好的事。这不俺弟弟挑这个事儿，这个色好看，铺床上又显得大气，想俺不准喜欢它。你看，月月醒了，月月，哎，手机里边儿是吧？是不是？俩酒回来，咱开的俩酒回来，还能玩儿呢？过来了，来吧来吧，冷不冷？冷的月月来，我一个把两碗吧，那一会儿再下是吧？嗯，俩手都凉，我给他送碗的来了啊，可家那没穿啊，我说一大会的来，起两天凉不凉了？嗯。你妈妈给这给咱姐姐做两个四件套，走，你去开开吧，行不行？你审核审核，行不行？哎，走，我娘了，换座，走。姐夫，今儿我咋给我两个车？这个也好看，这个也好看，好好看，装里边。那走吧。姐夫还特意挑了个这个色，啊，真漂亮。你看，把这装上啊，装上电，电又漂亮，你装上电。嗯，就是前段时间。老些人都已经收到这个货了，收到以后呀，都是老好老好，想说还想再要了。就是这段时间我一在备货中，我看那个屋里备了多少了，走。你来，你也是个妹子，我带一两套新套行吗？行行，那要我点的吧。看这个样，我还没睡过你做的新套。你也没睡过我做新套，我跟你说，一会儿我亲手也给你做一套哈。但是你的号儿灰溜灰溜的没人。啊。你要不行了之后，我都把这两套快来了。你能那样做呀？没人拾着了。哎呀，那，哇塞，备这么多了？也都是四件套啊。那赶紧订个日子吧，订个日子电话拨了，老给人等着了。这两天冷了，都想用了四件套了。那到八号早上八点开始四件套吧。嗯，这有多少套啊？四件多套。上去都没了。对，朋友们，你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哈！八号早上八点，小双弟弟，同款的颜色。对，同款的这俩色，这俩色是这俩走的最多的，特别是这个花型，铺在床上更上档次。这样吧，往床上铺完都。啊，走，铺上看，家娘看，好看。嗯。那还真好看，摆了四件套，到第一天就早点来。对，八号早上八点哈。等你来晚了，应该又抢不到了。嗯。这个都收到以后是啥呀？在外边买一百多，不一定买三王这么好的品质。对，你们要是也能铺上三王弟弟他这个婚事的同样的四件套，也能展示一下。展示一下，走，在铺床上看好看了都。哇，你看这事多漂亮啊！太好看了，这个事。嗯。啊，娘，你说干这玩意儿好看不？真好看是吧？好看不？真好看，真好看。把这个拿过去，他们说这一块都没有卖这个料。是，在这个没卖这个料，因为这个你看。现在拿回去了，不过他也能用了。现在的时候，现在也要用用啊，倒舒服。这个玩意儿好看不？好看。行，那把这个拿过去。还有一个嘞，我还做了一个嘞，哪一个你拿来？正好这个名字也比较有寓意，辉煌一生。等会儿他起名儿，辉煌一生。这个好看不？呀呀呀！他很喜欢这个。大姨。啊！哎呀，好呀！啊，这个好看不？好看，好看。他惊讶到我了，服装上真好看。就这个还是好看，就这个给他妈送上去以后呢，真是有面了。给他姐有大气，这面料得劲儿，人舒服。你看你那个道理，这个面料好，你看这个抹的都舒服，倒舒服。你看这个面料，你看都柔软。这个是压轴了，人家。啊，是啊，不是这个那个抹的又光。你看他姐这些，他盖一会儿，那一会儿他都是柔了。嗯，呀。都光了。大娘，刚才之所以说是压轴了，这个是厂里边走了最好的一个色。啊，是不是都卖了？嗯，那刚才那个是不是叫辉煌一生啊？啊，这个如果说拿过去了，这个面还好。嗯，龙马精神。龙马精神。嗯。龙马精神。怎么也好啊？啊，面料也好。你看他们现在都收到说啥的？他们收到以后说呀，这些在门店上买花189，他都没有你这面料要好。呀，没有一样。
什么地方？啊，有地方。有地方，是吧？比如说大娘上回头一天我这摸了摸，他说：“那个时间长真好啊，几个拿得出来。”别的面都养了，都闲汤，说给张花带过去，哎、拿着带过去，我说行。张还是床单是两米三、两米五了。啊，因为我大小床他都能用呢。啊，非常是两米三，接着双人的。嗯。那个枕头套，这些都是标准的尺寸。在正常是吧？啊、嗯，你那两天别高兴了，当你满意的想赶紧拿这个红包袱给你包起来吧。对。还有个事儿了，嗯，朋友们，早上弟的事儿定下来了，你们的事儿别忘了哈。8月8号早上8点。别忘了，别来了晚了，来了晚了都搞背那么长时间的活才背这些。对，一定要记住当天过来了，给小张要龙蟒精神。走吧娘，这样给他送过去吧，这也包一包，这包包五里边。等到明天，哎呀，这激动要激动了，明天都定亲了啊！拿点红包吧，走。